来关心天气，受东北季风影响，各地降雨减缓，但南投、嘉义及高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，需要注意瞬间大雨及强阵风。在气温方面，台湾各地气温微升，不过日夜温差会比较大，提醒观众朋友早晚还是要加件薄外套，以免着凉。以下带您关心10月7号的天气预报。